啊，你跟他说了，哇，你给你做十几套，啊，对，哦、对，应该 是。我就别看你穿个垃圾动作，唔像那秋裤带那个，穿个我无面四边咯，用出来街边艺人比你较水哦。啊、哦，是。这不一样，你看。对，我就是会记吼，会记咱的。你现在呢？你现在做咩？我卖红包，卖红包。真苦啦！真苦啦！哎，十块个高官一个咧，台主就讲迄个换伊个古力钢啊，卖不了，你古力钢也红包也出出来多少？哦，伊头早个讲一句，那卖不了，剩一个一直来变少咧。没有啦，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歌手啦。来来，你第二首歌要带来什么歌啊？我本来是爱跟你合唱。什么歌？今仔日那真久无唱了。买啦！我歌你袂唱，听我。太老亏了，买家己也使过边。哦，对，真重要，这首歌无变而已。不过你若爱听咪，爱听我安怎答伊咪？习惯什么惯？今仔日。今仔 OK 啦，这条歌我跟你讲啊。我那是唱什么 key 呢 ？F F 啊，老师 G。买啦 ，G 个水啦，手机 F 来啦。哦。啊，无影啦，讲真。你拿一条两个 key 的，开玩笑。来，跳好笑，好笑。这首歌新加坡无人唱了。哎，真的，很好的歌。他台湾原唱，也是两个合唱，两个大波浪球。我来期待看无伊，我绝对袂吹真的，好好唱。
你承诺。哦，你在你在什么观念？安装呢？就是和你你阿。不是不是，因为刘玲玲很注意你的歌。没有啦。阿张在讲讲头讲拢个讲你。真的是。不是，我是讲你抓了准。准哦。所以你抓了过后，我就点点注意我家己低音。对啦。你抓你抓到播抓去，播抓不灵，别听啥啦。OK， 来，没得新话。来，接下来唱什么歌曲？你的歌。说了来，这首歌是陪伴了我走了的歌台很多很多年。哦哟，这首歌应该我不唱。